Hello，L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徐佳莹，嗨。金正恩，因为他太神秘了。好啦，没事啊，就是我话还没讲完呢，怎么就没事了呢？你别敷衍我啊。体重计，歌迷送的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骑到我头上来了。红包，一时之间我也想不起还要什么，笑到流泪的那种，啊哈哈，然后旁边有两滴泪的那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运旺旺来，开花结果，柳成果汁，这一切所有都要重录，你觉得？